是著名的基隆八斗子。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八斗基隆八斗子公园的海岸线哦。像不像正道妮妮？我们像希腊的正道妮妮耶！哟吼哟吼哟吼！像不像马祖的海边耶？还想不想来？我要来。然后等一下爬好高的楼梯哦。让我们来听海的声音。哇！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！第一次觉得基隆好美哦。有海浪的声音。